本分局万盛派出所于112年10月18日22时许，巡经辖内罗斯福路五段与丁州路四段路口时，发现悬挂之总统拟参选人之帆布遭不明人士涂鸦，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积极调阅监视器，掌握两名涉案男子，且拘拟到案说明，相关犯案动机待厘清，全案依毁损及妨害名誉罪嫌送办。本分局呼吁，随意破坏或涂鸦竞选旗帜或看板，除了涉犯刑法毁损罪外，更有可能涉及妨害名誉或违反选罢法，妨害候选人当选，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。